各位朋友好，我是小正哥。那以上的影片呢，就是这个钢质设置的一个过程啊，上面的数据供给各位好朋友这个参考。那很久没有用完全新的东西了，就是没有用旧钢的资源啊，说上面的滤材啦、水等等啊，就开一个新钢。那这次我就是全部从头到尾都是用新的东西。只有这个水槽是从别缸移过来的，就这样而已。那现在进入到了第四周开始，第三周的时候我们放了很多水槽跟鱼，然后第四周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里头生产了。哎呀，有了新的住民来了。好，现在看到的小鱼呢，都是出生三四天之后了，已经脱离了那个危险期，敢出来大街晃了。那刚开始呢，我收到这个缸子啊，觉得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这个高度蛮高的，可以放一些比较长的水草，结果也是没有用，一下子就顶水了。但是这个有个好处啦，就是顶水出来的地方刚刚好，就是给小鱼躲藏的空间。所以这次存活率还算蛮不错的哈。大家可以看到小鱼了吗？下面刚好有个迷雾公园啊，让刚出生的小鱼可以躲。也放上了三个黑砖了然后中间就是用这个金鱼藻让那个空间是大鱼进不去的，所以就让这些小鱼存活了下来。好，那朋友可能会问啊，怎么没有看到过滤器啊？是的，这缸没有过滤器啊，我在很多地方都看过人家就直接这样子养了，所以我自己也直接来尝试看看。那总体而言呢，这个缸子新设缸的技巧也没有什么技巧啦，就是说你鱼不要一次放很多。比如说你计划要养个20条的话，你不要一次20条全部都放下去，好，就分批次。一次大概先放个10条吧，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再放另外一批，相对的会比较安全一点。那这一批鱼呢也是经过多灾多难。上次不是养在户外被冷死，不然就是缸子漏水存活下来的现在传宗接代了。好，那在喂养小鱼呢，我是直接就用这种粉状饲料了，我没有用这个活饵喂。我粉状饲料下去的时候呢，大鱼小鱼都会出来吃。对，你可能会想说，它怎么不去吃那个小孔雀鱼啊？有一个饲料很美味的在上面，不用去追逐，犯不着去吃小鱼了，所以就这样共存了下来。那我不是专家了，就是我观察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好，这个设缸呢刚好是迈入第四周了，4月6号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养鱼的方式呢，我也跟各位好朋友分享这个灯每天开5个小时，然后重点就是说新的缸子你不要一次放太多的鱼分批放下去，就是让这个生态慢慢的成熟，然后我们再给这个生态多一点点的负担，然后消化菌就会多长一些。消化菌多长一些的话，我们又可以多养了一些鱼进来，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有极限的，不是无极限的发展，就是到了一个程度，消化菌没有再办法多的时候，那个就是养鱼的极限了。这个缸子多大就能养多少鱼，这个是大概是一个固定的。好，那喜欢这种养鱼的方式的朋友可以来尝试看看。说不定再过一阵子我也会加过滤器，也不一定。暂时呢，现在这样可以养下去，等到那些小鱼再大一点再看看情形，要不要加个过滤器。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小正哥的正式世界纪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